天的晚上是我们的第八期投资创业营的第二个晚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给大伙儿请来了一位叫移动互联网营销达人，谁呢？我们的 Victor 老师。Victor 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讲座呢？Victor 老师可以告诉我们，微信视频号怎么玩儿？如何开通？如何吸粉？如何导流？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讲座，我也坚定的相信呢，很多朋友都对这件事情充满了好奇。那我要亲爱的小伙伴们，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属于风口下的一个新的赛道。某种程度上，大伙都知道有一句经典名言叫什么？这个风口上谁都能飞起来，对吧？所以呢，亲爱的小伙伴们啊，那让我们呢今天晚上跟随我们的 Victor 老师在风口上，让我们获得第一波红利。所以，那我们首先要热烈的举手欢迎 Victor 老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这个无论您是创业家，还是说自雇人士，还是想当网红的朋友们，要有这种激情，要说啊，我要了解，我要做风口上的人，我要获得第一波红利，哇哦，yes yes yes，OK，太棒了啊，谢谢大家。好的，那我呢，快速的给大伙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 Victor 老师，包括维多利亚教育集团。那我们呢，成立于1999年，到今年呢，我们已经整整21年啊。这个在过去的21年呢，校长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啊。微信营销最重要在于情怀，对吧？所以呢，这2年呢，校长一直在讲情怀。然后我的情怀是什么呢？我希望能够打造北美就业率最高的职业培训学院。所以呢，我们在1999年开始，我们引领华人呢，找到第一份专业工作。那现在目前呢，经过100多位老师21年的努力，我们呢是有10个分校。对，所以今晚呢，这个我们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应该不只是多伦多，还有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包括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讲人都是来自温哥华的董事会的负责人，我们的 Victor 老师。所以啊，有温哥华的小伙伴们给你的老乡举个手啊，给你的温哥华同乡啊，这个热烈的这个支持一下，应该啊，好的。这个哇，还真有很多温哥华的朋友啊。OK，这个那我们呢，这个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非常高兴，我们在过去21年，凭借我们丰富的雇主资源以及我们一流的优秀的师资，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啊。当然，这个校长也荣获了一系列的奖项啊，包括我在2005年开始获奖，杰出华商奖；2007年杰出华裔创业家最佳社区服务奖；07年、12年新时代新风采的公司创业奖；15年是安省杰出妇女社区建设奖，这是我们安省高教厅的厅长。2017年呢，荣获了加拿大建国150周年15+15+15呢，这个就是15位已故的，比如说第一位华裔女法官，第一位华裔女律师，然后呢还有15位像我这样还活着的，然后呢作为呢这个叫做教育家，然后成功的获得这个奖项。那我们的事迹呢？这个是收录在这个多伦多这个5楼大多伦多地区这个图书馆的5楼，以及呢大百科全书。所以呢，也是应该说这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校长更加坚定要把我的毕生呢奉献给教育事业。所以随着我们最近的移民越来越多，然后呢，包括大家创业的梦想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呢现在除了我们的职业教育，我们在过去几年呢开拓出我们的创业学院，开拓出我们的投资学院，包括自我提升的学院。那我们呢这个今天晚上的讲座呢，实际上应该是符合呢这个首先第一点，我觉得4个学院都符合啊。这个你也是职业学院，因为你也可以呢这个凭借微信营销、视频号的营销，去找到一份呢营销方面、marketing 方面的专业工作。那同时呢，你也是您自己是中小企业主，像我一样，您如果呢不懂微信营销、不懂视频号营销，您会被这个时代淘汰。所以呢，这个也是创业学院的一门精品课程。那同时呢，毫无疑问，这也是投资学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们给大伙儿来讲微信营销，给大伙儿来讲视频号营销，不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只是让大伙儿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吗？当然不是，因为呢，我们是让大伙儿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能够引流，能够吸粉，能够把引流和吸粉变现，这才是啊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呢，这是您给您自个儿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就是呢不断的扩张我们的认知程度，我们的财富才会随着我们的认知程度，然后呢而不断的增加。有句话叫做"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程度以外的钱"。所以呢，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的 Victor 老师就是来给我们快速的扩张我们新的赛道上风口上的一个认知程度，就是视频号以及呢微信营销。当然呢，毫无疑问，这也是一个自我提升学院的最重要的一点。大伙儿都知道呢，现在到了网红的时代，到了直播的时代。连校长从3月23号进入共学营第一场直播，到现在就像一个娴熟的小姐姐一样啊。这个我的同事给我拍的各种各样的，哇，每张照片都可以作为校长表情包放在网站上啊。这个，所以呢，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只
大的、狠狠的奖励与时俱进的人，而所有不愿意学习的人都只有一条路，就是被淘汰。所以呢，这个时代逼着我们前进，然后呢，让我们不断的、持续的前进，我们的财富不断的增长。所以，这是呢，我们今天晚上把我们的这个互联网营销达人 Victor 老师请进我们直播间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这个，所以这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我们这么多年的初衷。那我们在疫情来临之后呢，3月23号，我们建立了一个年轻的品牌，就是我们的共学营。那共学营呢，就叫共学营，就是什么意思呢？共学共进，拥抱未来，就是请各行各业的大咖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纯公益的给大伙儿来分享。那我们呢，这个前天晚上请了高超老师讲企业品牌、个人品牌，今晚呢请 Victor 老师来给大伙儿讲呢，那我们怎么样通过微信营销、视频营销，让我们的生意崛起，让我们成为个人的网红。然后呢，这个另外一点呢，可以让我们呢也能够站在风口上，无论是求职还是创业，都能够呢成为那个和时代用同时进步的人。那我们明天晚上呢将进入到我们的投资学院，然后明天晚上是麦克老师，28年的大型投行经理，他自己呢用高科技 AI，然后做了一套呢软件，告诉大家呢说你怎么样用高科技科学投资法来赚钱，然后呢非常值得一听啊，德高望重的一位前辈。那我们星期六的晚上，不是周五的晚上，我们正常呢都是一三四五，但是我们这次是周六，因为这个嘉宾实在是太神秘了，这个嘉宾实在是太重量级了。然后呢，他只有周六晚上可以出来讲课。他就是我们著名的华尔街28年投资专家、上市公司董事长兼主席，谁呢？我们的贝欧叶老师。贝欧老师再次出山了啊！所以大伙儿来听一下，他会来告诉大家，孤独而神秘而这个漫长的道路要走的一条路，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投资家。而他在星期天晚上8点会跟我们来分享如何培养大家都成为投资家。所以呢，将是一个改变一生命运的一个投资讲座。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此精彩的讲座，大家可以扫一下二维码。然后呢，回复维多利亚进入我们的共学营第7个群，我们1、2、3、4、5、6、73500人同时在线，大家集体学习，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呢，这个我的直播讲座，这个呢，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就正式开始了。我也是 Victor 老师的学生，我也在学习如何在直播间直播带货，我也在学习如何视频号营销。我为了今天晚上，我在昨天我们的9个小助手全部开通了视频号。我说，但是你们不要做任何动作，我要听完今天晚上 Victor 老师讲视频号怎么样去运营，我们再做第一个视频号发出来。你看啊，我还是非常老谋深算的，因为我知道我的 IP 比什么都重要，我要从根上就让别人一看肃然起敬，肃然高大上，马上女神范儿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一切的成功都可以被打造出来，一切一切的美好都可以复制出来的，这就是视频号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那大伙儿现在应该已经激动了起来，对吧？让我们关闭手机，打开胸怀，来迎接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堂精彩的视频号营销的一个讲座。我们的 Victor 老师，他是一个连续的互联网创业者、投资者。他自己呢，为什么他能够讲出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因为首先第一点，他是一位技术大咖，他懂技术。然后呢，所以他会从技术角手段来告诉你说，你可以这样来完成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创业家，他懂生意，他知道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意真正的有一个崛起。但是更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位好老师，他是在微信营销方面的第一位达人的老师，他也是视频号营销的第一位的老师。所以呢，非常难得啊，我们终于遇到了一位又懂技术又懂生意，然后呢这个又懂 business， 然后又懂教育，能够教给大家，然后呢一步一步引领我们。今天晚上会给大伙儿来讲微信营销6大招，然后呢视频号营销的秘密所在。那亲爱的小伙伴们，那下面呢大伙儿都知道，老师讲多少完全取决于观众的互动，对吧？这个内容太精彩了，这个内容太新潮了，这个内容太风口了，我们需要这个多听一点，多听一道点，我们就是赚到。所以呢，我们还有一句特别特别扎心的一句话，就您来我们培养您，然后您不来我们培养您的竞争对手。祝贺大家，我们已经成为同行当中比他们跑得更快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晚上做到了直播间，但是现在我们需要 make a commitment， 我们现在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告诉大家，我要成为同行当中做的最棒的，利用视频号让我的生意翻番，利用视频号让我们成为这个行业当中的佼佼者，让我呢打造出自己的独一无二的 IP。 所以接下来小伙伴们，我热烈的举手欢迎我们的这个视频号营销大咖 Victor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热烈的举手啊，热烈举手，要热烈举手，要热烈，我需要再有5个人举手，我们的 Victor 老师才能讲，五个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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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Victor 老师开始了。谢谢
谢谢 Maria，谢谢孙校长啊，这个能把举手还玩成这样的确实少见啊，本来是一个问答的举手，现在成为一个嗨的举手。我在疫情期间呢，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 Maria 在线上连线啊，那个每次看到她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颜值和这个无与伦比的这个精神状态，真的我非常受鼓舞，每次都是这个，我感觉我不好好干，我都对不起他啊，连对不起我妈，其实对不起 Maria。对，那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啊，来跟我们共学营的这么多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关于视频号营销该怎么玩这件事儿。那其实刚才 Maria 呢，讲了我一些对我做了一些介绍，我非常欣赏的。这个有三件事情，他说的真的，我感觉说完以后，我感觉我太有信心了。谢谢你啊，我是懂营销的，自己干过的，然后还会教你的，确实是。当然，他又讲了几个，我不是啊，比如说微信视频号的第一人，那肯定不是啊。那但是呢，我听应过该别人，算是，第一个听到您讲，您是我的第哈哈，对，你第一个听到我讲的是可以的，对，一个。对呀、啊，就是我是天下最帅的人，不是啊，我是天下你看到的最帅的人，那可能是，好吧。那今天呢，主要跟大家聊聊视频号的事儿。我看到我们线上，哇，这个人蹭蹭蹭的往上走哈、啊。是。我想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对大家对视频号的了解程度。先给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谁的手机上面啊，这个已经开通视频号并且发表过视频号作品的，请大家给我来个一，好不好？让我看看大家有多少一。然后呢，我会根据大家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内容调整要在哪里。有很多听过 Victor 讲座的朋友都知道，Victor 是根据听众的一个知识结构的情况来调整，实时调整我的一个内容的侧重点。有人我看到个 Li 啊，B 说我没有啊，对吧？现在打一的朋友差不多，我估计有十来个、20来个哈。从来没有这个视频号的入口的，或者说你有视频号的入口，但是你发不了视频号的。或者我刚才这段话你根本就听不懂的啊，请你打个零啊，好吗？我就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给大家带来福利啊，零啊，Galaxy S10 加啊，有还不少哎，真不少哎，哇，哎，真的微信对我们很不照顾哈，那个这个确实是，昨天我在温哥华也讲过一场视频号的一个小白这个讲过，今天我可能要比那小白讲的再深一点点。那我就确实留意到，我们海外的用户确实视频号这件事情玩的会比较滞后一些。中国现在基本上中国的用户现在视频号的灰度推广已经达到了90%几以上了吧？可是在海外来讲呢，我看那我身边的人可能有50%-60%的人有了视频号的入口，另外不是入口就可以发视频号，还有30%-40%人没有。如果你们这些打零的朋友，你们今天绝对来着了，因为 Victor 可以给你们有一个绿色通道。直接开通你们的视频号啊，这个绿色通道怎么给？我们到整个活动的最后的结束啊，由 Maria 校长呢来跟我们讲，我们可能会进到一个群里头啊，大家来跟我要一个视频号直接开通的一个绿色通道啊，这到视频号这个我们讲到最后再来讲这件事儿，好吧？所以不要担心这件事儿。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啊，我把我们的 PPT 打开啊，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讲一下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怎么玩儿。啊，当然能看到我的这个东西哈。对，来，我们继续走。首先呢，简单的做一下一个自我的介绍，有个参赛。这个举手的大家可以放下了，因为我把举手呢没有当做一个鼓励，我当做你们有问题，所以我可能会一不小心想去看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说，有举手的可以放下来，或者你们真有问题就举手。然后其他有问题的朋友们呢，你也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啊发在我们这个。App 的底下有个叫做问答的按钮啊，英文可能是叫 Q&A 啊，你把问题发在那边，我应该能看到。然后我会根据我的整个讲座的流程呢，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就实时的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好了，好，我们现在关于这个我的自我介绍哈，刚才Maria 校长已经讲了我的几个情况啊，但是我也必要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呢？倒不是做一个自我标榜，我更希望的是利用我的一个标签的评定呢，给大家一些营销的一些思路。首先呢，我是一个爱钱的技术男，重点啊不是技术男，重点是爱钱啊。很多人都知道啊，Victor 本科是学的计算机和国际贸易两个专业，那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呢，一直是从事这两个专业的结合啊，包括我在这个国际贸易公司呢开发 ERP，
然后呢很了解技术，特别我很早就利用互联网的一些状态哈、形态来进行我们的生意的拓广。那我也很快的进入的业务员的领域，就是我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做生意的人。所以呢我发现啊，这个生意人生意要做得好，要做得棒啊，一定要有一个特质啊，就是要爱钱啊。如果你不爱钱，你肯定挣不到钱啊。像我今天上午呢还跟温哥华的一位视频号的一个创作者来讲，他创作内容非常棒，然后我就跟他聊这个事儿，我发现他还不够爱钱啊。因为只有你爱钱了，你才把你的很多行为啊变成一个有这个结果导向的一些行为，那这样才不会干了很久很辛苦，自己还很郁闷，说怎么搞的，我搞了半天我挣不到钱。因为你一开始可能就没有奔着钱去，你奔着钱去你就能做得好。我分享这东西呢就是告诉我们线上的这些朋友们啊，我们首先要爱钱，然后呢你才能挣到钱。那当你爱钱了以后，你的营销行为会根据你的转化目标来设定，这才是个有效的营销行为。再一个呢，我是一个运营的实践者，就像Maria 老师提到的啊，我本身也在，我自己也有企业，我也投资企业，我也投资互联网的团队啊，有些项目也投资，所以我很了解一些运营情况。特别我特别自豪的是，我非常了解这个有中华文化背景的企业在海外运营的这个经验教训，因为也踩过坑啊，也填过坑。所以呢我相信在这方面呢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呢我能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启发。因为像我在讲微信营销课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陈，怎么这个事也懂，移民你也懂，地产你也懂，地产开发也懂，地产营销你也懂，怎么回事啊？外贸也懂。哎，就是不是我这个特别棒很聪明，是因为这些我真的都干过，或者我见过，因为给很多企业辅导所以呢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会给大家一些触类旁通的启发。最后呢，我是一个知识的搬运工啊，我的很多内容啊，有的是我的原创，其实很多的内容呢是我搬过来的。那我为什么有这机会搬呢？我经常跟很多朋友在聊，讲到创新啊，如果是讲到技术创新啊，我们美国、加拿大啊，绝对是世界的 number one 啊。可是讲到商业模式的创新啊，最牛逼的应该是我们啊这个祖籍国中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的市场很大，而且中国呢。互联网发展的速度很快，所以在特别在一些互联网创业模式创新上面来讲的话是走在前面的，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在支持而且中国人是最有干劲的一个民族，最勤劳最刻苦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他们很多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很好的经验，从事这些人呢很多是我当年在中国的好朋友，因为我在互联网领域里头真的是有很多好朋友，有很多人都是我很妒忌的人，因为他们都做出了独角兽，做出了这个都 IPO 的一些大型的这个公司啊，那个当年都是跟我一起玩的小伙伴啊，我因为来到加拿大就没得跟他们一起玩，所以这也是很失败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哎，从他那边我学到了很多很先进的知识，我愿意把那些知识搬到我们加拿大来，搬到我们美国来，让我们海外的这个生意人呢能更快的进步啊。一般总不要老说我们是温村。我们是多囤一用这俩词一上去，我们的这个一下子的档次就低了本来都是大都市，一下变成村屯特别一下就看到这个大叔香菇的那个村姑的感觉，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希望利用这样机会呢，让大家能更快的去进步和发展起来。那今天的话题呢，主要讲讲什么是视频号什么是视频号。那视频号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人在今年的二月份特别在疫情刚好这个正式的不能叫正式的爆发，就是整个全社会认知到疫情的正式爆发来讲的话呢，视频号也随着微信的这个launch 这件事情大家都慢慢的注意到了。有几个节点，一开始有没有人有，少有人有，到了三月中的时候有一个大面积的人有，那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到了六月十五号还是十九号记不住了，大概是这个日子。有更多的人有了现在基本上蛮普及的，但我们海外华人还不行，可能就五六十的这个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员有这个东西。那但是你们可能很多人已经经常在看到朋友圈里头看到微信群里头发了一段小视频挺有意思的，上面一个画面在跑，下面写一段话下面还能有一个地址，最后还有个链接能到一个地方去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视频号的一个我们叫什么，叫做界面大家应该能看到这界面中间这幅图就很说明问题这是一个我是随便截这个图，就白德汉我没有推广他的意思
啊，你看这边有他的文字，下面有他在 Cambridge 啊，上海的 Cambridge， 然后下面有一个人的评论啊，其实下面可能还有链接，我们没有拍下来。那好了，视频号的入口在哪里？我们简单说，打开您的微信啊，您的微信下面有个发现，如果你的英文版写的是 Discover 啊，往上走，朋友圈啊，这个按钮底下有一个东西叫视频号，我这边用这个黄色的 highlight 把它给点出来了。那英文版的话，如果你们用的是英文手机的话，叫做 channel 啊，叫 channel。然后讲到这边呢，我每次讲到这边，我都要跟很多我们使用微信的朋友啊聊天，我说，我比较建议你们啊，如果你们能看得懂中文的话啊，最好把您的微信的这个版本啊，就是这个界面啊 ，language 部分啊，调成简体中文啊。为什么这么说？你说，哎呀，我这个东西呢，是跟着这个我的手机系统来的，我的手机是英文，我用的很多 app 呢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只能用这个英文啊。其实我知道他们只是要跟别人炫耀一下，说你看这个我来了加拿大生活，你看我用的都是英文界面，所以我必须有个英文的 app 给你看啊。这个其实开玩笑哈，就是说这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改变这个界面？你不需要去改变你手机的 language 的 setting， 也可以把这个微信的这个界面改成中文。为什么要改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呢，我今天跟微信团队，我也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的那个英文团队太懒，那个英文翻译啊非常的顾名不思义啊。什么叫顾名不思义？他那个翻译让你莫名其妙，你就很难很难的去想象到这个东西我能去做什么事情。比如视频号，它的英文叫做channel， 那这是什么意思？ channel 不是应该叫频道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认为这些翻译都不是太精准，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所以我会建议把它翻译成这个把界面改成这个简体中文版。为什么叫简体中文？不是繁体中文不行吗？啊，我们这个正体字啊，繁体字也不错呀，也是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承。但问题是，繁体字有的翻译也很烂。比如说我们下面我这边有个小程序，哎，它翻译成小城市啊，所以你这很忙。我碰到很多台湾的朋友跟我讲啊，那个小城市是什么？我都一直不知道什么小城市。我温哥华是个大城市啊，上哪去小城市来的呢？啊，原来是他说的是小程序啊 ，mini program 啊，那所以呢，我建议有机会把它换成中文版。怎么换？选择我啊，你记住，你不一定马上用啊，选择我里头有一个不，再选择 me 啊，右下角有个 me， 里头有个 setting 啊 ，setting 里头有个 general 里头呢有个 language， 然后把那个 language 你现在去看，一定是个 auto 啊 ，auto 这个选项，你把它改成啊 simplified Chinese 啊，那这个时候 OK， 你就能像我有这样的界面了。那我们回头再讲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咱们就能聊到一块儿去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中间的这幅图的最上面啊，这个有三个标签，一个叫热门啊，我都不知道英文叫什么，朋友他可能写的是 friend 啊，关注他可能写的是 following， 或者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英文的版本啊。那这些我们在讲一些事情，我说哎，你打开热门这个标签你就知道原来是这个东西啊，你打开朋友这个标签啊，你知道是中间这个东西，我们才会在一个频道上聊天啊。那有了视频号的入口，就是我们在发现在朋友圈底下能看到这个视频号的入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发一个视频号啊。你会发现你的屏幕的这个右上方啊有一个小人，跟群的那个小人很像，那个图标你点击了以后，它就会弹出另外一个界面，就是我们第三幅图右边最右边这幅图啊，这边有一些我的视频号发表新动态啊，发表新动态，你到这边点下去，然后呢它就会到了我们的下一幅图啊，就是这个，哎，这个，稍等一下，我看一看我的这个，我的视频这边走的不太快啊，稍等一下，我把它重新跑一遍。哎，好，来，我们这幅图在这儿。刚才我们说了，点了那个发表新视频以后呢，如果你这个视频号是从来没有创立的话，它就会弹出另外一界面，就是我们这幅图的左边啊，我们这幅的左边这边有个创建视频号。这个时候呢，你记住有几件事情是你第一次创建视频号你需要做的地方。第一个是你要选择一个头像啊，选择一个头像，然后呢这边要选择一个名字，要写一些简介啊。那这个头像呢，大家注意了，这边是个很实操的部分啊。这个头像呢，我个人建议呢，最好是放一个人的头像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我 Victor 在接下来很多的机会跟大家聊到微信营销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这件事情。微信营销呢，它和传统的营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包括社交媒体的营销，其他社交媒体的营销和传统的营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啊。它的主要的特点是它的场景不同，平常的营销是线下见面嘛，那 social media 的营销呢，实际上是你在线上的一个互动。那销售最关键的点呢，第一件事情要解决什么啊？就是要解决客户对你的信任啊，客户怎么会去相信你？只要客户相信你了，他会相信你所有的话啊。你卖什么东西都很好卖，你卖个狗屎啊，他都感觉好啊。那这个讲话有点粗俗啊 ，Victor 讲话都是相对比较 low 啊，希望给大家有个比较深刻的一个 image 的印象。所以相信很重要，大家都会留意到我们。当跟一个朋友新加一条微信以后，你做的第一件动作是什么啊？你可能就去刷他的朋友圈。你为什么去刷他的朋友圈？就是你希望通过朋友圈，他的朋友圈的，你对他朋友圈的阅读和这个观察，你能感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能知道该怎么去互动，或者说你决定我要不要跟他一起玩，我们俩是不是兴趣相同、志趣相同的人。好了，你在看别人朋友圈的同时，其实他的同事也在看你的朋友圈。所以你要尽快的取得对方的相信的时候，你的朋友圈经营就要非常好，要让人家看到你的朋友圈马上就知道你是个怎么回事的人啊。那朋友圈上面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微信的头像啊、昵称啊，就是很重要的一些因素了。所以呢，我这边提到的话，如果你是做视频号的话，这边的头像呢，我个人会比较建议尽量使用你本人的照片，因为它是你个人的一个 IP 的一个 image 啊。那当然你也可以放个风景图，也无可厚非。我比较不建议的是放一个 logo 啊，除非你这个 logo 真的很牛啊，你放个 Nike 啊，放一个始祖鸟啊，放一个多伦多猛龙啊，那但问题是你这么一放，别人可能会懵了，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如果多伦多猛龙的 logo， 你可能以为你只是个这个球迷，对吧？啊，那你放个始祖鸟，可能以为你是一个营销号啊，对吧？所以我个人建议最好放个人的头像，特别是我们。听讲座的很多朋友，我知道你们不是地产就是移民留学顾问，保险经纪啊，或者是教育老师顾问啊，各种各样的人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还是建议你们用头像来描述这件事情的话啊，对大家可能会对你的相信啊，这个速率呢就会提高的啊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名字这一部分，名字这一部分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名字你爱写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大量的限制，但是我个人建议呢，尽量用中文啊，因为微信世界上本来跑的都是大量的讲中文的人啊，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尽量用中文，尽量不要超过八个字啊。为什么不要超过八个字？如果你们的视频号还没有取名字的话，我建议在想名字尽量不要超过八个汉字，甚至最好能在六个汉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接下来在视频号营销过程中，你会去别人的视频号底下留言，如果你一留言，你就会成为一个男朋友，在他们的评论区里头啊，不是男朋友啊，不是 boyfriend 啊，是 blue friend 啊，男朋友，蓝色的朋友。不是 Victor 的普通话不好啊，Victor 虽然是南方人，普通话不是特别棒啊，但也没烂到那个地步。那男朋友的特点就是你在那边留了个言，你的名字就是蓝色的，那别人可以通过点击你的名字进入到你的视频号。那这个男朋友的名字呢，我看到有的手机最多就放八个字七个字，有的手机可能更少，比如你是 iPhone 6S、啊、当然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手机了啊。不管怎么样，小屏的手机它那个就会折叠掉，你就会看到一个名字点点点，很奇怪。比如说多伦多、地产、多伦多金牌地产经纪老王，完了你就回头只能看到多伦多金牌地，后面没了啊，就是点点点，看得很不舒服。你还不如写多伦多老王，对吧？啊，千万别写隔壁老王啊，那会影响别人对你的感官，好吧？所以呢，名字上面首先要想好。如果你的名字不对，今天知道了，不要着急啊，想清楚再改，不要马上就改，因为你一年只有两次修改的机会，改错了就没有了。所以想清楚，这牵涉到一个我们的视频号定位的问题啊，这是个深话题，我们今天不展开，但是把这个东西教给大家，让大家有理会到。特别是我也知道我们有很多朋友啊上了超哥的课啊，超哥是我见过最牛逼的这个品牌专家啊，那请他可以帮你啊上了他的课学习一下，请他帮你做一下这样的诊断，我们的品牌应该怎么走，其实从这边开始都有。我们还有位老师邝南老师啊，也是干这些都是很牛逼的人啊，那这方面可以请他们给你做诊断。简介部分怎么写？简介其实很可能就是你一个人设的一段描述。那这段话呢，你分分钟可以修改，所以你第一次写错了没有关系，第一次不写也没有关系啊。那甚至要排版排得好看一点，因为它有点像名片的样子，让人家更好的去认知你。
而这个简介我只是强调一件事情，一定不要有营销属性。比如说你把你的电话号码放在那儿，把你的微信号放在那儿，有可能被微信认为你是一个营销号，他不喜欢发生这件事情，那他怎么会怎么办？他会把你干掉啊！当然好的是把你干掉啊，差一点的话会怎么样？会把你限流。比如说，哎，怎么干掉会比限流还好呢？所谓的干掉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视频号不能再用啊，他通知你，对不起，你的视频号违禁啊，受限，你不能再使用了啊。那至少你知道你不能用，你还能再去开一个视频号，换一个微信嘛，对不对？可是如果限流了，哎呀，那是最憋屈的。为什么叫限流的最憋屈呢？我们今天我下午跟个学员讲，我说最惨的是他给你限流。他怎么个限流呢？就是，你辛辛苦苦的做了一条视频，然后天天都在做，然后你发现见鬼了，怎么搞的？点阅量都是那么小，就是几百，小一两千，怎么总是没人看呢？然后你开始对自己产生一个怀疑，我的内容做的不对吗？啊，我的方向错了吗？我的更新频率有问题吗？其实都不是，就是因为你违规了，然后你就被限流。什么叫限流？微信不把你推荐给一些潜在的阅读者，使得你只能像发朋友圈那样在你的身边的人。那讲到这个话题，我们回头会讲得更扩展一些啊。那被限流其实是更惨，因为你不知道被限流，你还很使劲的在干活，其实你天天干的都是无用功，所以这是最糟糕的问题。如果你踩了微信的红线啊，他们叫高压线啊，高压线就摸了的高压线，哎，那你可能就一切的营销都白干啊。所以简介的地方这是个坑，特别要小心。性别啊，你爱怎么填怎么填，随你便啊。这个我也管不了你啊，你要填男填女都行啊，它不像我们加拿大还有第三个选项可以选啊，地区呢反正就跟着来吧。那点了创建啊，这就你就产生了一个这个视频号的一个这个，你就开户了啊，你重新出生了啊。那个小初呢，小初啊，石小初跟我说，哎，我的微信发现栏内没有视频号，哎，很遗憾，你就是我说的那30%-40%的人，哦，不是，你更少的，你是连视频号入口都没有的人。如果你对视频号有兴趣啊，待会进到我们的一个答疑群里头啊，加微信啊，我可以帮你走绿色通道，帮你打开。只要你之前没有犯过规啊，我也不是被微信封禁的人物啊，你的打开基本上是一个工作日的一个事情啊，所以就给小初一个参考啊。然后呢，来继续讲到，当我们有了视频，我们要发第一条视频怎么发？首先呢，你要选择一个你想发的这个视频，你也可以发几个图片啊，轮播的图片。然后要在这边添加描述里头做一个简单的正文的一个描述，然后呢，这个地址我这边为什么是里士满？里士满实际上是温哥华的一个小城市，叫 Richmond， 啊，就跟那个我们多伦多的 Richmond Hill 啊是同一个 Richmond， 但是你们有 Hill， 我们没有 Hill， 对吧？啊，你们这边打开可能这边就写个士嘉堡啊，可能写 North York 北约克啊，所以这是你的地址，你可以标记这位置，也可以不标记它，随便你啊。然后呢，扩展链接。啊，就是你可以放入一个公众号文章的链接啊。这个时候其实微信不允许你营销啊，它是在面子上不允许你，但是你可以真正做到营销的部分就是在这个公众号链接这个地方文章里头，你爱怎么写怎么卖东西，加我微信，打我电话啊，进我的群啊，约我上课，你都可以在里头写，什么事你都能干，但必须在这链接里头干，面上不能有啊，不能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微信的一个互动的界面，给大家一个感知啊。那优在问我说 ，Victor， 简介区是介绍自己呢，还是介绍视频号的内容？其实你自己就是视频号的内容嘛，因为这是牵涉到一个内容定位、人设定位的问题。我认为它是一个综合体的考虑，不是说我一定是什么，因为你表现的是你自己，可是你会通过很多内容来支撑你自己。你介绍的是内容，但你的内容主要是你介绍内容目的是让别人知道说，哎，我关注你我能得到什么，因为他们更多的是因为你的内容关注你，而不是因为你的这个叫做你的这个人关注你，除非你是美女，对吧？啊，美女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没有那么机械的说我一定要是这个还是那个啊，这是个总体的一个想法。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整个视频号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刚才提到视频号的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又糟糕，怎么往前跑啊？为什么我没有视频号？就刚才那个小初问的问题啊，视频号怎么快速开通？我再强调一下啊，咱们要进我们一个答疑群里头呢啊，我会给您走绿色通道，好不好？那到时候我们再来讲这件事。好了，为什么要玩视频号啊？有的时候这个还是个问题嘛啊？我认为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
你很多人玩视频号是因为周边的朋友都在玩，边上的生意人都在玩，你的竞争对手都在玩，你就感觉那我不能落后了，对吧？那个Maria 老师经常提到的，这个你来我们教你，你不来我们教你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不能输给竞争对手啊，就是这个一个想法。但实际上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个答案了以后，你能在你的微信运营上当中能更好的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首先微信是一个国民级的应用，你们放眼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啊，没有一个地区能有一款 app 是这个国家的国民都在用啊，只有微信，只有微信。 Instagram 啊，可能在座很多人没有用，对吧？这个 Facebook 啊，基本上是 baby boomer 啊，在后来70后还有一些用，80后90后慢慢开始少了，00后根本不玩了。Messenger 啊，也是一部分人用 ，WhatsApp 也没有全都人在用，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微信，中国人现在基本上有手机也都有微信，很难碰到个有手机没微信的人，都很难在中国啊，所以它是国民级的应用，而且它不但在中国，在海外华人里头，只要你讲中文的，不管你是大陆背景的、台湾背景的、香港背景的，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背景的人、菲律宾背景的华侨，哎，这个他们也在用这个微信。所以它是个国民级的应用，再加上我们大量的海外华人，我们的生意都在华人圈里头玩，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微信这个社交场景成为我们这个营销场景，所以我们非常要去重视它。它现在有 1.4 个 billion 的 MAU， 就是月活有14亿，很吓人的一个数字，应该是超过 Facebook。微信呢，第二个呢，微信很重视这件事情，你记住，只要微信重视的事情，你跟着它走就没有错。生态的创造者他想要去干的事情你还不跟着干，那你不就傻了吗？你要跟他对着干，那你不就是这个跟强者对着干，何苦顺势而为。那怎么说微信重视呢？因为它的入口很好，因为我们现在每天除了在聊天在群里头聊天以外，基本上你每天都会点一下发现，看一下朋友圈，进去朋友圈看看朋友在说些什么事情，好了，他就放在朋友圈底下有个视频号，所以它的入口相当好。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讲，像我最近几个月，我突然间发现我的朋友圈我反而看少了，我更多的时间在我的视频号上面，因为每次一打开视频号那边灯就亮，我就得进去看一看发生一些什么事儿，所以微信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上。第三个呢，它的推荐算法，它的推荐算法呢，它的结果就是能让你的影响力跳出你的朋友圈。当然我们待会儿也可以介绍一下关于抖音和微信的一个区别来讲，我们现在就可以讲，因为是下一个话题可能就要讲这个话题。喝口水。就是你们在看今日头条、看抖音，这些都是这个字节系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看的内容越多，后面的内容跟这些越来越像。比如你看你喜欢小姐姐跳舞，你小姐姐跳舞看多了，全来都是小姐姐啊。你喜欢看车祸的视频，哇，全是车祸的视频给你啊。你喜欢看这个台海的这个言论啊，就是啊，到处都跟台海。如果你想看川普的，那么一堆都是川普的东西，啊，很有意思。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台的算法就是，它通过你阅读的内容来判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它会把更多相似的内容推给你，啊，这是基于内容的用户画像的一个推荐，所以你会越看东西越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看抖音越看完都看傻，老是那不对，我看那个头条越看越傻，老是那些新闻。所以说后来头条也加了一个算法，我会偶尔丢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东西丢进来，看你那些东西能不能点燃你的一个新的一个兴趣点。那不管怎么样，它的算法逻辑是基于内容的。那微信的算法呢，它除了这个算法以外，它还加了一个，就是基于你的社交关系，就是你的朋友看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我见过的海外的人很少，较少人用那个功能，就是在看，不然你们看再看这个功能，就是当你看了一篇文章，你感觉还不错，右下角啊有一个六角形的情况，你点六角形的情况，你点个再看。那点完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的朋友在他的这个看一看这个菜单底下呢，就能看到那些文章。我把叫做这个屏，哎，在这儿，你看我们第一幅图左边这幅图啊，这边有一个看一看，你点看一看，就你朋友在看什么，你就可以看到。那什么意思呢？就基于社交的推荐。我举个例子吧。Maria 校长他发的一个这个就他看了一篇文章，他感觉点了再看，那我会因为他点了，所以我就会看到这篇文章。那我们讲到视频号也是，他基于社交的推荐是什么？ Maria 校长
他开了一个视频号，他发了一篇文章，我感觉哎不错呀，我就点了一个赞，因为我是 Maria 的好友。好了，我们线上呢可能有一位朋友呢，他叫做我随便找一个朋友啊，就叫小叔好，因为我现在只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可以读得出来，其他都是些我读不出来的名字啊。小初呢，他跟 Maria 校长他不是好友，但他跟我是好友，但是由于我给 Maria 校长的视频号点了一个赞，小初呢就能看到 Maria 老师的这个新发的视频。好了，小初感觉哎 Maria 老师讲的太有道理了，我也点个赞。哎，他一点赞，那小初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啊，叫做 Sunny 的好朋友，虽然他跟我跟 Maria 老师都没有任何的社交关系，他也会由于小初点的这个赞，然后就知道了这个视频。什么意思？ Maria 老师他利用他的视频号的内容扩张了他的社交圈，他的影响力已经跳出了 Victor 这一层社交圈，而通过小初又到达了 Sunny 的社交圈。所以这就是视频号最牛逼的地方啊，他能影响到你周边的人。好了，我们海外的华人，我们做生意经常 我经常问很多企业，我说哎，你们客户最大来源来自于什么啊？想了半天，朋友介绍，好，老客户介绍。哎，对，大量的生意都是这样，不管您是做地产的、留学移民中介的、旅游的、教育的，大量的生意都是这样的，甚至餐馆他们都朋友介绍啊。所以朋友介绍占了很大的权重。好了，那朋友的社交圈其实它影响力是很高的，它会大大的提高你的转化率啊，所以一定要玩好视频号，让你的影响力跳出你的这个社交圈，跳出你的朋友圈。这就是我们讲说为什么要玩视频号的一个原因啊。好了，在北美什么样的人要玩视频号啊？什么样的人可以玩视频号啊？首先有人说，哎呀，那我玩视频号，我就是感觉微信多了这个功能，我以前只能放九张图，那我现在还能放视频也挺有意思，拍个视频也挺简单的，路上走在那边手机一下就拍起来一看也挺好玩的啊。他把它当做消遣啊，然后呢在消遣的过程中呢，他的这个目的性就比较简单，好玩就行，我喜欢就可以。但是不管怎么样喜欢，任何发这样的人，他内心都有一种渴望，就是别人能对我有赞赏啊，这很正常。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纯属兴趣爱好，他也希望别人有 appreciation 啊，有这个欣赏在里头。第二类人，什么人要玩视频号？很简单，自媒体人。什么叫自媒体人？就是他以视频号，以创作视频号，为主业，他是专职的创作者，就他可能他的收入来源都来自于这个，他平常是写公众号文章，写公众号的，甚至是媒体的作者啊，然后呢，他专门去经营一个视频号的频道，比如说讲讲加拿大的衣食住行啊，讲讲加拿大的地产走势啊，讲讲加拿大的移民啊，讲讲加拿大的教育啊，讲讲北美的留学啊，哎，讲着讲着，他就专门在这个领域上，他是一个 KOL， 叫做 Key Opinion Leader 啊，意见领袖。那这一类人呢，他们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然后专门会去研究他的受众群体喜欢听什么，他要讲什么啊。然后呢，他们甚至会很专业去干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拍摄啊、剪辑啊、获客啊、转化呀，所以这是自媒体创作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啊，我们今天听讲座的大部分人员都不是一和二，你们大部分就是三啊。什么叫三呢？有主业的创作者。什么叫有主业？就是你的收入来源、你的经济来源本身就是你的某一个职业的来自你的某一个职业。可能大量的人你本身就是一个小企业主啊，是一个自雇人士 self-employer 啊，然后你可能是一个教育机构的老师，你可能是一个这个移民顾问，你可能是一个地产经纪啊，你也可能呢就是一个这个餐馆老板啊，反正你自己有一个行业，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个码农啊，但是你又有一颗不安分的心啊，什么都有，就本身你有个主业。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借助视频号这个工具啊，能达到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去传播你和你想传递价值的这种目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提到了，你不需要去买广告啊，我们就之前有讲过关于流量获得的问题，你通过视频号能突破你的社交圈，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个流量给弄到你身上来了，这是一个很低成本，不需要去购买流量的一个行为。所以呢，这时候通过
获得了流量，产生你的自由领域的一个流量，我们叫私域流量，然后向你的主业进行转化。比如说我一个移民顾问天天在讲我们加拿大的好山好水啊，不无聊啊，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对加拿大产生了一种向往，向往我们这边的一个自然风光啊，向往我们这边的生活方式啊，向往我们这边大家的这种生活状态啊，这个时候他就萌生了移民的这个想法。或者说你在这个描述加拿大生活的同时，你也描述了移民这件事情的思路、心路历程，来到这里以后应该怎么从安家啊，怎么去乐业，怎么再去再发展。你把这描述完，他就感觉哇，你人太棒了，我跟着你，我啥都懂，跟着你呢，我可能改变了我的人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成为你的移民的生意的这个消费者，哎，咱们就实现了我们的这个销售闭环，生意就完成了啊。所以这叫有主业的创业者。那我们呢，讲了很多，特别是今天讲了很多这个视频号的事儿，都是围绕着这帮人来的啊。所以在北美，什么人要玩视频，你就去这个叫什么？这个对号入座啊。估计大家都是第三啊。那视频号呢和类似的产品的比较，很多人说，哎，这个 Victor， 视频号可以发在朋友圈，那我之前不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小视频吗？哎，是，你可以发，那小视频只有30秒，哦，对不起，只有15秒。有说，哎，我用微视发可以长一点，是，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呢，首先小视频你发完了以后，别人看了就看了，他很难再转发出去，他想跟你互动就得在朋友圈里头互动，很受限制。可是视频号一做出来以后呢，它也可以在你的朋友圈出现，一点开它可以再关注你，可以跟你互动，可以给你点赞啊。它的动作一多，那你就能利用这个阅读者的一个社交影响力去突破你的社交影响力啊。所以它的玩法可是这个比较高深精阶的啊。第二个呢，你说，哎，那视频号跟公众号有什么区别？公众号也可以放视频啊，放音频啊，你是可以这么放，但公众号更是讲究的一种阅读体验，而不是一种视频的一种体验。因为视频人现实，人是一个很懒的动物啊，这个能不阅读尽量不阅读，反正我看一个东西可能还是很轻松很快的。而且视频号特点，一分钟基本上事情都搞定了，很多文章一分钟还看不完呢啊。所以呢，它在对读者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上，它应该是更高效、更有乐趣、更容易粘住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区别。那关于视频号和抖音的区别，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个是算法不一样，还有一个呢，我们既然是给生意人讲的这个分享，就要考虑到还是讲移民留学啊，还是讲移民，我今天跟移民杠上了啊。上次有一个做移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哇，那个 Victor 老师呢，我现在啊特别的这个在抖音花了很多力气，做很多抖音的东西，介绍加拿大风土人情啊。我说有可能的话，想想视频号，不要想抖音。不是抖音不好，抖音很牛啊，抖音现在也是3亿的月活，日活，3亿的日活好像，这个数字记不太清楚，大体是这个意思。但问题是，抖音上面的读者大量的是95后、00后，而这帮人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就是换句话讲，这些人都不是你一个移民顾问的目标人群。当你如果做的是留学，哎，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啊。你可以留学生的后期服务，比如你做抖音，因为这边留学生看抖音啊，你不看，但留学生可能看抖音。那看完抖音，你可以把它变成从一个留学生变成，我是指已经是留学生的人，变成一个移民客户，那这个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你讲的太多的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对留学生来讲是没有吸引力，因为他已经在这儿了，他跟中国人不一样。这时候你可能反而要讲一些就业啊，各种一个创业的一些事儿。就是给您参考，不一定 Victor 说的对，您自己要根据你的情况去思考这件事情。而你对中国的人，可能就是这些还没来留学的人，哎，你可以对他们进行洗脑。所以你在判断你要用哪一个平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如果你是以营销为目的的话，一定要考虑你的客户在哪里啊，那你就在哪里混，而不是听别人说那个好，你就在那儿混啊。那特别移民顾问，我特别推荐视频号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们的客人都是你的朋友，你的客人都是你的客人介绍来的客人。那你的客人的朋友，他们俩一定有朋友圈，一定有微信的，所以你的视频号做得好啊，客人 A 看到了点个赞，那客人 A 的朋友 B 他不是客人，他也知道你将来就可能变成客人 B， 对吧？所以呢，这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希望对大家呢有一个启发。那不管做这个生意来讲的话，我们既然是在视频号里头玩，我这边看到有一位叫342189，你这名字太别致了，我一直想不起这跟什么数字有关系，估计瞎打的哈。
应该是下达的啊。那个我的手机微信上不能创建视频号，是微信版本的问题吗？很多人是这么认知的。基本上啊，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话，基本上你更新一下你的最新版本，很可能已经开通了视频号。但是呢，如果你把同样的微信号在苹果上 OK 的，移到安卓上面，发现视频号又不见了，其实已经发过又不见了，安卓被歧视了呗开玩笑啊。那所以它是不稳定的。基本上现在是 7.0.16 吧，这个微信的版本，这个版本一般都是 OK。 如果你到了 7.0.16 还看不到，那怎么办进我们待会的一个答疑群，加微信帮你走绿色通道啊。但是绿色通道是有实现的，不是所有的。为什么有这绿色通道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因为我知道视频号这件事情对大家真的是一个风口啊。刚才呢 Maria 老师说的比较客气啊，说在我们一定要站在风口上的人一定能比别人进步的都快。其实这句话原来来自雷军是说站在风口上你是猪你都能飞啊。所以大家为了站在风口上成为，不是成为那个猪啊，成为那个人啊，那你呢这个就确实要好好利用视频号做营销。那我感觉海外的很多华人在做视频号营销上面来讲其实是摸不着路的。所以呢，我现在这次也承办了一场短视频红人大赛啊，这是一个全北美的一个大赛，那你们可以来参赛。那参赛的过程中呢，我们会帮你带流量，会有更多的精致的进阶的一个培训给大家，然后大家通过参加一场比赛学会视频号怎么玩啊，学会视频怎么拍怎么剪辑，更重要的是学会视频怎么去做营销。因为我们为什么办这场大赛，目的是我们希望海外华人在这个疫情进入一个新的常态阶段的时候，我们很多生意真的是受到了影响，我们要找到一些更低代价的更有机会的东西去重启我们的生意，去创造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这次大赛有个 slogan 就6个字，重启创造希望。那所以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能获得更好的这个成长，开辟你的第二曲线啊。就这个活不能干了，我还能有第二件事情可以干啊。这个活这种干法不好了，我还有第二种方法去干好它。所以这是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从微信团队啊，就腾讯公司的微信团队里面得到了一个支持，就是我可以帮各位走绿色通道，直接开放你们的微信号。如果你们没有，因为腾讯对这件事情他很支持，他认为我们要有更多的北美内容，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北美华人参与到视频号的这个使用上面来，他们非常支持这个东西。所以呢，我这边有路子。所以但是你们打开微信的底下会有一句话，如果有人告诉你可以通过收费获得视频号的开通，千万不要相信他们，但是你们要相信我，我是真的可以的啊。那但是这个时间微信给我们多少窗口我不确定，可能过一段时间他感觉差不多了，我感觉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不再给你了，那我也就没有这能力了。所以大家有的话尽快跟我联络，这个比赛到8月15号结束啊，所以尽快来玩这个东西，挺好玩的。那视频号能放多长时间的视频 app 啊？只能一分钟。然后有人说最近有谣言出来说微信不要更新，更新就没了微信号，老师觉得怎么样？既然你都说谣言了嘛，那它就是谣言嘛。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也不认可有这种说法，或者说你的表述呢没有更全局一些，所以我个人认为不要担心。我没有听过有这种说法，凭什么微信更新了就微信号没了呢？我不知道啊。然后小初啊，刚刚 update 了微信，已经有视频号，恭喜你啊！你一定是一个苹果用户。如果你是安卓用户应该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应该是个苹果的用户啊。但是这时候如果你换到安卓设备上，哎，可能又没有了啊。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这边还有个问答，视频号能录多长时间的啊？这是同样一个人，这俩第二个地方问我啊，一分钟啊，就是能做多长时间的视频，就是一分钟啊。好了，视频号，讲到视频号，其实视频号只是微信生态产品矩阵当中的一块而已，一小块而已。那我今天有必要把微信生态的这个产品矩阵呢全部点出来让大家知道。因为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们都是为了挣钱嘛，那你对这个产品矩阵很了解以后，你是知道你的挣钱这件事情它实际上是个流程，某一个阶段应该在哪一个产品上玩，某一个阶段应该在产品上玩，你要搞得很清楚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视频号是不允许你做营销的，所以你在视频里头口播卖东西
报价，请你来买啊，请关注我，这些就请跟我买东西，这类的话都是微信不喜欢的啊。他通过技术手段是可以把你剪出来，然后会怎么样？要么把你干掉，最糟糕的就把你限流。所以你一定不要在视频号上面卖东西，一定不要在视频号上面卖东西。我碰到很多地产顾问，这个地产经纪啊，他们有了视频号非常高兴，然后就把视频号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他的一个 listing 的一个阵地，全是 listing 啊，这东西120万，这个多伦多好区，这个250万，这个东西很可能就已经被限流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不要去做这个违规的事情。那违规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放上别的平台的 logo， 比如说你在 YouTube 拍了一段视频，带着 YouTube 的角标直接放过来，在抖音上面做的东西带着抖音的角标过来，你用剪映剪了一段视频，然后剪映的尾标又没有去掉，就留在那儿啊，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这个你的产品的，你的视频号的推广能力，可能会被限流啊，各种各样的一个事情。好了，视频号不允许哦，包括你的视频里头都不能有二维码啊，请大家扫这个二维码关注我，完了你的视频就被干掉了。千万别试啊，别较这个真儿啊！一试完你被限流，你的号回不来的，你的号永远是一个不被待见的一个号，千万别去做这个事。我已经告诉你，这坑踩过，你千万别再故意说，哎，我听听 Victor 说到底真的假的，我去踩一下啊！别试，你要真要试，怎么试啊？拿你同事的试，不要拿你自己的试，好吧？开个玩笑，没有那么恶劣了啊。那好了，视频号不允许你做营销，但是呢，他又给你开了一个营销的通路，就是什么？刚才我们提到，我们在发一个视频号，就发了视频，写了描述。可以加话题，可以加提 at 某人，然后呢你可以加地址，在下面就是什么，你可以加扩展链接。扩展链接什么？就是一个公众号文章，有且只能是公众号文章。你想把你公司的网址放进去，不可能，不用去试，肯定不可能啊。但是你可以把公众号文章的网址，它的特点，它 URL 特点是 mp.wixin.qq.com/……什么的，这一类的可以，就是前面必须是。你 qq.com 的可能都进不去，但是 mp.wixin.qq.com 是可以进去的啊。所以呢，我中间特地放了一个公众号，写了一个粗体，就大家知道，视频号你真的要完成营销的话，它必须去进入到公众号的文章里头。讲到这边是什么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为什么 Victor 讲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很多人听过 Victor 营销课，包括去年啊，我们在维多利亚已经讲过一次课。11月份，当时你就会发现 Victor 当时是很不屑于讲公众号，说我们海外华人不要用公众号，你没有精力去维持它，没有精力去维护它，你干了半天很累，还赚不到钱啊！我当时是这种观点。现在我变了，我现在反而是我们海外的人更应该去申请一个公众号，因为你的视频号将来真的是风口，真的是你的流量阵地，然后这时候你没地方去，你只能去公众号，所以这时候怎么办？你必须开辟一个公众号。公众号怎么注册呢？海外其实很简单，比国内可能还要简单啊，$99就可以了啊。具体怎么做啊，我们答疑再讲，好吧？这边就不拓展开了。好了，我在去年讲课的时候，更多的讲到新零售啊，我提到了小程序啊，小程序是给用户一种 app 的体验，但是你又不需要去事先下载一个 app 啊，这是我认为微信生态里头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发明创造，就是一个 mini app 在里头。那它可以让你和用户的互动呢，更加的这个，更加高效，体验更好啊。因为 UI 界面跟这个 App 很像啊。那所以它也是矩阵的一部分。但我今年较少讲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认为小程序最酷的部分是把一些，让你的线下的用户帮你在线上过客，然后再把线上的客人拉到线下来。啊，这是我认为小程序用的比较精彩的一部分。那今年那么线下都没了，所以呢，我今年较少讲这个东西。但它这东西一定不会完蛋，因为电商现在很多在小程序上，还有直播现在很多也在小程序上，啊，所以小程序应该还会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它已经是腾讯很成熟的产品，你不要因为视频号出现了你就忘了小程序。好了，直播刚才讲了直播，腾讯有专门一个直播叫腾讯直播啊，但腾讯直播是个 app， 然后这个 app 是在苹果市场才可以下载得到的，它在什么地方？在我们的安卓市场，任何一个安卓市场啊，不管是 Google Play 啊，华为的应用市场啊，甚至腾讯自己的应用宝，还有华为不是叫华为，百度的手机助手里头都找不到这个 app， 所以安卓系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只有苹果系统有。那腾讯直播是腾讯公司微信产品里头。
做一个直播是给谁用的，不是给看直播的人用，记住，不是给看直播人用，是给主播用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你们只想看直播，你根本不需要去下载腾讯直播，可是如果你想做直播，你就真的必须下载一个腾讯直播。当然它的开户挺复杂的，当然现在他们又跟小店叫不叫微店，叫小店，小商店，糟糕，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呢啊，已经有连接了。它实际上是中国不是前不久有一个地摊经济吗，万众地摊吗，其实腾讯也是生产出来了为了万众地摊做的一个这个像小店一样的东西。给大家一个知识性的普及了。那有时候那我看腾讯直播怎么看呢，我的客户怎么看呢啊，有另外一个小程序啊，在微信里头叫做看点直播，就是看点。看 look, 那个看点就是点播的点，或者有什么卖点的 point, 看点直播。所以腾讯直播是用来主播用的，看点直播是观众用来看的东西，它是个小程序。再一个呢叫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和微信是在腾讯里头两个团队，不同的领导者，一个是张小龙，另外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谁，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们内部有一些打通的机制。而企业微信做出来就是让企业做营销的，微信做出来是尽量让大家不要在上面做营销的，他们俩又结合得很好。所以呢，我其实很建议我们的这些生意企业家们啊，企业主们，老板们啊，可以关注一下企业微信，是不是给自己的企业开通一个企业微信。因为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你就马上就非常清楚的例子是什么呢，你雇了一个雇员，然后呢你们的客户都跟那个雇员联络，然后也形成一种客服关系，关系也不错，那雇员也干得很好，可是有一天这雇员离职了，回流了啊，或者是产假休息了，或者 anything, 反正就是不在你公司干了，那怎么办？那些客户就跟着他的微信走，因为微信是他个人的资产，我手机带走了我就走了。那你让那些上面跟他建立关系的那些客户一个一个往你的新的号去加，新的雇员手上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很反人性的事嘛。那怎么办？你可以用企业微信。在操作企业微信的雇员，他感觉跟玩自己的微信一样。对于这个这个客户跟你的企业微信聊天，就跟一个正常人聊天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可是你操作者呢，也是通过你的微信进入到你的企业微信去玩。可当这个操作者离职了以后，你就要把这企业微信要转给另外一个同事，那个同事就能把这些客户全接下来。所以这是企业微信最棒的地方。当然除了这个棒，它还有很多棒。比如说它可以群发营销信息给你的微信客户，它可以加一万个好友啊，你现在只剩五千嘛，它可以加一万个好友啊，可以加无数的群。他企业内部群可以达到2000人，是内部群啊，不是对外群啊。那这个故事你听不懂也无所谓，以后再有机会再来聊这个事儿。所以企业微信大家也应该重视。那整个这个产品矩阵当然还有很多小东西啊，那我你们都注意啊，中间是公众号。小程序也好，视频 A 也好，都能连到公众号，企业微信也能串公众号，腾讯直播也能串公众号，所以公众号是最核心的部分。必须要自己公众号，然后把这些展开。所以这是产品矩阵是这么玩的，大家有一个概念就好了。那好了，我们又回到我们的视频号。那我们的视频号的赚钱逻辑是怎么样啊？它的逻辑是怎么去赚钱的？我们应该怎么去赚钱啊？我刚提到了视频号的一个传播呢。来，我们先回答一些小问题啊，喝口水。这个 Ann 英对我说：“老师，您用的肯定是苹果手机。”我告诉你，我用的肯定不是苹果手机，我是很反苹果的，我用的是安卓手机。啊，这是华为，这是华为啊，这另外一台也是华为啊，我手上手机全是华为啊，这个没有什么原因，就用华为便宜快。我有苹果手机，但我本人用的不是苹果手机。那 B 在问我说怎么在视频上添上字幕呢？很容易啊，很容易。待会我会介绍一个 App 告诉大家。如果没有公众号呢？必须有啊，如果你要做生意的话，他问我没有公众号怎么玩视频，你必须有。或者你借别人公众号的文章，那不靠谱吗？请大家点赞关注我。很多人都这么喊，目前来讲好像没有被封杀的情况，所以你在视频里头喊请大家点赞关注我，没有感觉很糟糕。但是我也在想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很多人会讲什么点赞加关注啊，这个移民不迷路啊，这类的东西啊。企业微信需要不需要付费？企业微信有免费版本也有付费版本。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不展开，你自己去上企业微信看，你就能知道这个东西。App 在问我说，我如何能知道自己被限流了？你就发现你发的视频总是没有流量，那就是被限流了。我有个朋友，他在抖音上面是大号，他有经常在抖音上面有十万加，不叫十万，就是这个数百万的流量都有。啊，每次做一个作品，在抖音上面轻轻松松几万个阅读。然后呢，他同样的视频放在微信上面，只有第一条拿到了十万加，然后后面呢都是几百、几千，就三两千，到后来变成几百几百，啊，后来我发现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他很懒，他把抖音上面的东西直接搬过来，连那个抖音的角标没有去，甚至最后的那个抖音的那个剪映那些都没去掉，啊，不是剪，就是那个他的后面有一个片尾都没有去掉，那可能就是这样被限流。所以当你发现你平常干的还不错，但你就是没流量，那就是被限流。视频号是任何好友都可以看到吗？可以限制有些人不能看吗？我只知道目前可以限制有些人不能回你的评论，但能不能限制他不能看这件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呢，我不知道 App 你为什么有这么想，但我能猜到你在想什么啊。首先呢，他能看到你的视频号，他并不知道这个视频号后面的人是谁。所以我举个例子，你叫 App， 你的朋友都知道你叫 App。你取得一个这个视频号的名称，可能叫做啊多伦多看房啊，但所有人看到多伦多看房，他都不知道他后面是 app，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倒不是太所谓这件事情啊。那 Rebecca 说下一次讲讲怎样开海外公众号，有机会讲吧，好吧，因为这是我的政课的一个，我有专门上营销课是政课的内容啊，以后再找机会讲，因为那讲的蛮复杂的。有没有公司能申请公众号？我其实个人建议，以前很多人请人干，但其实会踩很多坑，一个 case 1300块钱，但现在完全你可以自己干，一个晚上搞定，99块钱美金而已啊，美金，以前真的是1300，挺坑的，而且要干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干完，因为他们有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那个事情是个小坑，有机会跟大家讲讲那个坑在哪里，都很难想象到一个大小写他妈就是个坑，一个逗号都是一个坑啊，所以我们下次再聊这个话题吧。Rebecca 在问正常新人能会有多少阅读哈？就是你当你一条视频号刚出来的时候，腾讯是会给你流量的，我估计3-5千是至少要有的，很容易有的。你现在坦白讲，你现在做一个视频号没有3-5千的这个阅读数啊，基本上你就被限流了，肯定你哪做不对了啊。反正我辅导的很多号呢，基本上后台看都是7000-8000-9000，10000多、20000多、30000多，其实主要是方法对了，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千万不要方法错了，取个名字啊，太营销啊，太抄袭啊，然后投放的时候没有注意时间点啊，投放的时候没有邀约别人来一起帮忙啊，那都是有问题，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吧。当然你这个号还跟你这个号的内容有关系，你如果是个小姐姐跳舞啊，露胸露腰的，哇卡的妈那很多呀，那人就是低俗的嘛。那你如果正正经经在那边讲一个创业，讲一个这个 AI 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位参赛选手讲了 AI， 那 AI 讲的真棒啊，叫做这个uploading mind uploading 啊，哎，那个真酷，我估计很少人给他点赞，因为很多人根本听不懂他干嘛的啊，那你少小众的肯定会少，所以不要太追求这个东西啊。换句话讲，如果你是为了获得流量，不是为了解决你的兴趣爱好的话，那你就按照你的目标人群去设计你的内容啊，就所以很难讲说正常新人有多少啊，那做的不对后我还有改善的机会嘛啊，看你是怎么个改法啊，看你是怎么个不对啊，所以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有机会来参加我们大赛，我们大赛里头会做这样的答疑，具体问题的分析。有位叫 Galaxy Note 9啊，这手机有点老了吧哈。创建视频号需要身份验证，我没有大陆身份证怎么验证？你他妈问对人了，我告诉你。你上哪问都问不到这个答案，你如果没有大陆的身份证，你一样可以验证，你可以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你可以用港澳居民的回乡证，你可以用台胞证，你可以用海外就其他国家的护照，都是可以认证的。而且今天上午清测的，我们的有一位参赛者，他用的是Alberta 的驾驶，他连驾驶证都没有，他是 Alberta 的 ID， 就是我们有 driver license， 他没有，他只有 ID 啊，都可以认证啊，他有拍照片的过程，所以好，所以呢，不
不用担心，你可以去认证一下。但是你认证完有没有红包的，我不敢确认啊，因为我印象中红包必须是中国身份证才可以有，所以你可以试一下，有什么结果告诉我，我也可以分享给其他的这个同学，好不好？啊，这个 Galaxy Note 9，手机该换了，有点老了哈。没有开玩笑，大家轻松一点啊。然后视频号的赚钱逻辑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 Ray 老师，我可能又要拖堂了，这个讲太久，好像没有讲完的样子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视频号的流量，一方面是你通过你的社交关系获得，然后社交关系的影响会给你带来他的好友的流量，还有一方面就是腾讯会按照像抖音类似的机制，它会有流量推荐给你啊，而那个流量就是公域流量，就是大家都能够得着的。那重点是这样的，特别是 COVID-19 之后啊，我会发现大家其实是越来越保守的，因为所有人的经营活动全上线了，一上线你就可以，我在很多场合讲 Victor 很保守的一个人啊，就是你很开心，你发现你的生意可以做到更远了啊，你好像你的触角伸出去，比如说你做课后补习的，做升学辅导的，你发现哎，我在多伦多，我发现我有客户在温哥华也来跟我做咨询了，你感觉你好像触角伸出去，你很开心，但你别忘了啊，你在你的触角伸出去的同时，可能温哥华的竞争对手也在你的多伦多的地盘上跟你捞客人了，因为全打通了啊，所以流量呢越来越宝贵了，因为你现在已经不是在一个区域跟自己的区域的小猫猫们竞争，跟大区域的人在竞争了，所以呢这时候很多人关心的是私域流量。什么叫私域流量？就是你可控制的，你能分分钟把他们召回的客户或者潜在客户他们形成的一个流量，叫私域流量。他从他的这个形式上来讲啊，从形式来讲，他可能是你的公众号的粉丝啊，可能是你的群的这个群友啊，可能是你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也可能是你视频号的 follower 关注者粉丝，也可能是你 IG 上面的朋友，就 Instagram 上面的朋友，也可能是你 Facebook 好友，也可能是你自己收集的一套 email list，这些都是你能触及的，就叫你私域流量。那视频号它的推荐，微信的推荐逻辑让你获得更多的公域流量给你，那你重点是要把这个公域流量变成你的私域流量啊，要么让他关注你的视频号，要么让他关注你的公众号，要么把他弄到一个群里头，要么让他加你的私人微信，都是这些方法。然后有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当然这你叫他去做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个 call to actionCall to action 就让他产生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可以是让他买，让他入群，让他关注都可以啊。然后在这个时候你的 call to action 的时候，为了把 call to action 说得很有吸引力，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一个 landing page 落地页啊。那听这些大家可能听得很烦，我这怎么回事，我听半天没听懂啊。我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案例，我具体的案例，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有没有做餐馆的啊，哥们儿，有餐馆的把你餐馆名字打上来，我口播一下给你做个广告。有做餐馆的没有？我们餐馆朋友把你们餐馆的名字打上来。真没有啊？那我们讲讲什么呢？我看看啊，没有人。哎，这里没有餐馆的，稍等一下啊。有 Christine 郭来喊餐馆，哪一家餐馆？打个名字，帮你做个小广告，不收钱的，不收钱。那个 Maria 老师可以去收钱啊。哪一家广告公司？哪一家餐馆？好，基多斯餐饮联盟啊，基多斯餐饮联盟。我不知道这是个餐馆吗？啊，我知道我们姚老师有一个面馆啊。那好了，我们这个故事是怎么玩？怎么我这跳了一瓶到那儿去了？跑太快了！我操，我他妈讲太慢了啊！后面还好多呢啊，耽误大家时间了啊。好了，他的视频号逻辑是这样的，你可以做一个。美食达人的探店，把一家餐馆描述得很棒，描述完了以后，哎呀，除了我今天介绍的这款菜，他们还有很多菜很好吃啊。如果你想知道他们很好吃的菜，或者你也想获得他们现在有买100送50的一个优惠啊，请点我视频号下面的那个链接。你讲这句话没有违规啊，点那个链接，那个公众号链接哦，就点了公众号链接，公众号链接里头正好是整个餐馆的介绍，这个叫那个 call to act， 第一个 call to action。就是什么呢，就叫你去点链接，然后点了链接以后就出现个 landing page， 那个页面，那个网页，就是介绍我的餐馆，我的那个面多有机多棒啊，
这个袁尚面，哎，就哎姚这个姚老师，你那那是你吧？姚老师叫姓叫威廉，我都不知道。袁尚面，哎，我的面有多棒多棒啊！我们现在呢，堂食已经开放了，但是如果你希望做配送的话，我们有配送，然后下面 call to action 去点我们的小程序下单系统，啊，小程序就进来了，就 call to action 是小程序，那小程序就变成另外一个 landing page， 然后就下单，然后这就完成了一次整次的销售逻辑。然后呢，同时你也可以要求他。因为小程序里头他为了送货可能会什么要填他的手机号，填他的地址，那就是你的私域流量的列表 啊。但也有人可能会关注你这个公众号文章，哎，那就是你的公众号的这个粉丝，也是你这个私域流量，哎，所以建赚钱逻辑，我希望我用这种简单的例子呢给大家讲清楚了，好不好？所以大家可以在将来的经营活动中按照这个思路去思考就行了，好吧？做一个视频号啊，石库门也是吧，那一讲广告一堆人就往外冲啊。对，然后Rebecca 问说，如果被限流了怎么做好？静默，然后慢慢看能不能恢复。我估计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从来没试过，因为我一般不会去进入到这么惨的状态。还有一个就重新开另外一个号，如果被限流的话，不是公司的 owner， 个人能申请公众号吗？首先海外的公众号必须是公司才能申请，个人是不可以申请啊，这是没有办法的。视频号个人注册好还是企业注册好啊 ？Sabrina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首先，视频号啊，它有个特点啊，如果在座有老板的话，你们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视频号它一定是绑定在某一个微信号上面的，它跟公司没有关系，而且这个视频号一旦开立，就一辈子跟着这个微信号，所以很多老板们呢。他是营销达人，所以他的微信号上面一直开不了视频号，他很郁闷，直接找助理。哎，这个小王，用你的手机帮我开一个视频号。哎，小王咔嚓就给他开了，专门讲地产，啊，讲了很久，讲得很棒。然后讲着讲着呢，小王这个大学毕业了，小王要搬来我们温哥华了，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老板。然后呢，怎么办？这个视频号就被小王带走了。你想转让，没有这个转让的机制。虽然他不是恶意离职，但他就是回不去。然后这个时候会碰到两个人都很郁闷，老板很郁闷，我好不容易建立的私域流量，怎么被小王给带走了？小王也很郁闷。我以前我在读书，我做 co-op， 我做你的助理。现在我有我自己的新的发展了，我到 BC 省去做我的一个 marketing， 这个 marketing 的 manager。那你这时候你上面的视频，我微信上面绑定的视频号全是跟地产有关，跟我现在生意没关，他也很苦。啊，他只要一条条去删，一删就掉粉，白干。然后很可能视频号还发现这个怎么老掉粉，是不是出问题了？哎，还对他限流了，对吧？所以这是个大家都不爽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开视频号一定要找一个，特别是老板们一定要找到那个微信是你一辈子可以控制得住他的一个微信号啊。所以这是必须干的事情，没有别的解决方案，所以它就不存在 Sabrina 讲的是个人注册好还是企业注册好，没有，他们就是个私人号啊，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啊，这问题太多了，我得先把之前的问题给消了，要不然我会漏掉一些啊。好，我的手机是三星 A8， 也没有视频号啊 ，Aris 小陈，那你就来找我的绿色通道吧，你没有办法，你要么换手机，要么来绿色通道，你想想哪个便宜吧，我这边是不要钱啊，你换手机，你找苹果给钱。据说 iPhone 12不该出来了吧？好，做视频号呢，一定要注意有两个王啊，有我们那个斗地主两张王火箭啊，那一个是流量为王，还有一个是内容为王啊。我们做视频号就是为了获得流量嘛。那流量为王怎么去做的流量？我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狙击微信算法的逻辑，去提升视频号作品的播放量啊，因为有播放量就是有流量的意思。那很多人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讲提高内容水平提高播放量呢？其实本质上是应该提高内容水平去提高你的播放量，但问题是大量的非自媒体生产者，即使是自媒体生产者，如果你不是很有经验的话，你要做到好的内容，你能直接天生的产生一个内容很好的去传播，坦白说很难啊，相当的难，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为什么把算法放在前面呢？因为微信它是有它的算法的，你如果跟着算法走，哎，你的内容就会慢慢被校正到一条大家喜欢的内容啊。所以我先把这个算法先放在前面，内容的部分我会放在后面讲。
那算法呢，我一直在关心视频号的一个算法啊。最早呢，就是我找到了这六个指标，第一个是完播率啊，就你的视频号呢要尽量让别人看完啊。第二个呢是点赞率啊，还有评论率、转发率、关注率，还有收藏率啊。那这几个率呢，其实在你做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意识到你应该怎么去把你的内容做好来适应这个完播率。首先我们讲到完播率，你内容好，别人看的爱不释手，肯定会完播。什么叫完播？就是有1000个人看你的这条视频，到底有多少人把它全看完。如果你的视频号写的不好，做的不好，他才看个20秒，哎，什么鬼，那么难看，没劲，啪，划别的，这时候就少一个人看。好了，如果有800个人都坚持看完了，有200个人没有看完，那你的完播率就是800除1000，等于80%，啊，这算是高的哦。那如果1000个人当中有900个人都没看完，那你的完播率可能就不到10%，那是完播率算是很低的了。那完播率一低，微信就认为啊这个内容做的不好，那我们就不要再推荐它了吧，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它的其中一个技术指标。那怎么提高完播率？首先刚说到的，一定要内容棒。等于说，那我又不知道什么内容棒啊。那当然，你如果真的不知道什么内容棒，你先从一些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呢，你不要硬撑1分钟嘛。看完1分钟真的很累啊，你可以做个30秒，对吧？可能还没看完，哎，这事情讲清楚了啊，不要硬把那1分钟给撑满。有时候，哎，那我好办，我搞一个4秒嘛，一点开还没看就结束了，4秒完播啊，好像挺有技巧的。但你记住，微信呢，它实际上是有个阈值，比如你这视频不超过几秒钟，它可能就不认可那个完播率。我猜应该在7秒，我在猜啊，但说出来7秒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啊，这是个猜测的值，不是真的值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讲完播率来讲的话，我们就把时间短。还有一个呢，一定要把你讲的东西重点前置，就是你这个视频号要跟大家讲，我今天跟大家讲3件事啊，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啊。然后呢，你因为讲说我今天讲3件事，大家就知道哦，我可能要听到第三件啊，可能他前面第一件和第二件讲的真的乏善可陈，没什么好听的。但是我还为了他第三件我把它听完了，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个小预告啊！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如何靠视频号啊，在1天之内获得10万点击的一个做法啊，一共有3件事情要跟你说啊，第一件什么，第二件什么，你听这2件没事儿没戏，哎，等等第三件嘛，啊，发现更没戏，但 anyway 完播了，对吧？所以一定要重点前置，这是一个小技巧。那点赞率呢？点赞的最土的方法啊，请大家帮我点赞。还有人讲的比较好玩，你打我的脑门，有的是正好这个脱发，这样头发不多，像 Victor 这样有点脱发，啊，点我的脑门，这样脑门点2下，正好是个点赞。啊，这个方法现在已经不太好用了，啊，但不管怎么样，就是请求大家给你点赞，那要讲的比较那个有意思一点，比如说幽默一点，或者是姿态低一点，比如说哎，大家如果认可我的说法。啊，请给我点赞啊！如果不认可我的说法，也给我点赞，鼓励我一下嘛，或者是在评论区干嘛一下，是吧？所以点赞率有这么提高，评论率怎么提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问句结尾啊。你认为呢？啊，我觉得什么什么，有这3个方法。你认为呢？啊，你感觉我说的对吗？啊，或者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哎，很多人感觉你东西说的有意思，他自然而然会去评论区去帮你点赞。所以要用疑问句结尾，而且最好用开放性的疑问句结尾啊，当然，也不是说选择性的也不行，你都可以，因为评论的话字儿要够多啊，这个评论才计算这个评论数才有效。然后最后是转发率，转发率呢，什么东西会被转发啊？可以帮助别人，这当中有很多逻辑，我今天不好展开了，就是你要注意到一些转发的一个原则，有些原则，你可以帮助别人的呀，能代表我的感受啊。代表的观点啊，这个转发率就高啊，然后还有关注率啊，为什么要关注率？比如说，哎，请你关注我，没劲，这个东西别人不一定关注啊。你应该讲说，关注我，下一期告诉你快速移民的另外2个方法。哎，人家感觉哦，有预告啊，那我得关注一下，那下一期我会漏掉它的，所以人家会关注。所以关注呢，要有一些邀请，有预告啊，所以这是一个讲流量为王。要抓住这6个律去做文章，去做你的，我不是说写文章，就去做一点事情啊。那又有问题了啊，画面看不到，
等等，有人说我画面看不到吗？如果真的画面有看不到的话，可以给我再打个一好吗？其他同学，如果画面看得到，你们打个零，啊，要不然我不知道到底是我这边有没有问题。有人说我画面看不到，不会连声音都没有吧？哎，真的看不到画面，有人打零，那就三零你有问题啊！大家都打零，那看来是三零和 Galaxy 你们有没操作对啊？嗯，好，行，不用再打了，我知道你们看得到了，再打我这边刷屏了啊 ！CJ 问我。请问视频号发出去，默认的听众所在地是全球所有微信用户吗？是否如何针对想要投放区域做设置？更想要加拿大或者多伦多华人看到这个视频？当然，首先呢，你要发视频的时候，它会有地域的选择。当然，那个地域选择其实上是个地域标签。你选择的话，微信知道这个信息，它会尽量的在这个地方去推广。而且呢，地域是就 LBS 是一个东西，所以你的手机一定要开地域功能要打开。然后同时呢，你也通过你的社交去传播，它应该不会是全球的，它在给你流量的时候也是逐渐给你的，它给你的流量会一定有规律的，同地域的、同类型的人啊，所以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给 CJ 一个参考啊，这个 B 在问我说，因为之前拍的视频号太商业，我需要删除之前拍的视频号吗？每次都只有几个人点赞关注，再重新开始的话，还会被限流吗？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就是 B 啊，你们怎么都不取个正经人的名字呢？啊，我怎么叫小 B 啊？那个，应该是这样，你干脆就感觉重新做人，先做一条，先别删之前的，重新做条，如果能发现大的改善，你之前的就不要动了。如果你重新做的还一直不行，可能这个号已经被限流了啊。给你做个参考，这是具体分析，我没看到不好说啊。好了，这是流量为王的故事，最重要的内容为王。真正内容做得好，大家喜闻乐见，你的潜在目标人群喜欢看，那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情。那内容为王要解决什么？首先你要解决你的定位，你的视频号是做什么的，讲什么事情，要干嘛的，你的人设是什么，人设的定位啊。因为很多人开始很不清楚，所以他一开始你就输了啊，开始一会儿想讲这个，一会儿想讲那个，不垂直啊，不专一。然后呢，微信的看你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你这个号到底是干嘛的，因为他会加很多的这个标签，加很多这种判定你的一些东西。然后你今天一会儿讲移民，明天讲留学，后天又讲 hiking， 大后天又讲美食，然后过两天又讲这个才艺表演，然后过一会儿又是开始这个教你怎么修汽车，怎么打理花园，懵了啊！但是呢，当然 vlog 是这么做的，就是你的这个视频日志你是这么做的。但是视频日志它也有一定的套路啊，对吧？所以说呢，定位一定要明晰。在做定位和人设的时候呢，你要思考这几件事情，就是我的内容可不可以持续产生啊？还有呢，我的粉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的内容必须去跟粉丝相关，还有我将来要怎么变现？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这三个问题就是你的内容是要什么内容，我的粉丝是什么样的粉丝，我将来要怎么变现？我这三个问题是从左往右写的，但你想要从右往左想啊，什么道理呢？我举个例子，你感觉你是做生意的人，那别人为了就比如别人要吃你的生意，要买你的单啊，那这类人就是你的粉丝，对吧？你已经有个生意的话，这类人就是你的粉丝。那这些粉丝关心的东西才是你要做的内容。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能做什么，不要因为你能做什么内容你去做什么内容，而是因为你要变现的那个方向的那个客户群体，他想看什么内容，你去做什么内容，是这么来的。那这个内容呢，有几个特性。首先，第一个，要是真的，你不能瞎编，或者每次都去网上查啊，你就变成 Google 了，那就没意思，又不是来自你内心的。那你要是假的编的话，你做不长久。再一个呢，你要自己本身真的兴趣或者你专业啊，这个时候呢你才会很愿意干，而且干得久，而且可能会干得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在讲营销的时候，我想讲一个事情啊，与其更好不如不同。你很难赢你的竞争对手，但是你只要和竞争对手不一样，你可以拿到另一个领域的客户，或者另外一种方式去把你的客户搞定啊，所以你会有单独的出彩的一个机会啊。再有呢，你的东西最好是正能量的东西，
因为越正能量的东西，虽然有的讲的好像心灵鸡汤，但是大家比较愿意关注，然后关注完的这些人才是可转化的人。你讲总是讲社会不好，你对社会不满，看事情都很 down， 那你关注的人呢也都不会买单的人啊，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情。所以内容为王，这是个大话题，真的今天的时间太短，没法展开。哎，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老师们都在吗？我到底是不是讲太长了啊，耽误时间了啊？那嗨起来就是这样，不好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不聊，但是呢，给大家记住，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记住一个词啊，记住一个词，你记住这个词，你以后做内容都好做很多。这个词就叫什么呢？叫做情趣用品啊，情趣用品。有像 Victor， 你还卖这个东西啊 ？Victor 不卖这个东西啊。情趣用品来自于刘新亮老师啊，他是我们视频号的一个大咖啊，他总结出来的东西，就是说你做的视频号的内容要有四有啊，有情。有情感在里头 ，empathy， 我们会共情，有趣好玩啊，然后呢有用，我能帮助到别人，有品，有品味，有品质啊，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叫做情趣用品。所以今天离开我们的这个共学营的这个讲座呢，你至少要把情趣用品带回家嘛，对吧？啊，这个太太不喜欢，先生也喜欢，好吧？情趣用品啊，大家记住这四个字，好吧？啊，这个讲的比较 low 啊，就是让大家能不要睡着。给大家一点调剂调剂啊，所以内容为王就讲到情趣用品这四件事情。好了，讲到具体的制作的问题，很多人关心啊，硬件上面要怎么准备？手机一台就够了。有时候我去准备个单反，我去准备专门的 4K 录像机，没有必要。刚刚开始干，不要花很多钱。很多人都是器材控，感觉我钱投入了，我就能发达啊。真正的是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你才有机会发达。钱投入了，不一定有机会发达。啊，所以硬件上你当成的手机就够了。啊，当然我们有什么啊 ，Galaxy S6 的，那这种你就真的不够了，太烂啊，那个太早的机器了哈。啊，所以说手机其实一台就够了。那软件怎么办？软件呢？啊，微信自己的软件是真的很烂，真的是相当的烂。昨天我正好也在专门给我们大赛的这个参赛者讲课的时候。腾讯的人也来听，我就当着他们面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是做得很烂啊。那做得很好的呢，我不得不推荐一个不是腾讯系的东西，这个产品叫做剪映。剪映，我别打这个字，我昨天讲这件词的时候大家都听不见，感觉我的普通话可能有点烂啊。剪辑的剪啊，这个剪映啊，我打在屏幕上大家也能看到啊，剪映啊，这个东西哇，有这个软件什么都搞定。刚才有位同学在问说啊，字幕怎么做啊，它里头有个功能，导出字幕就能把你录的音全都导出来，非常酷啊！所以你省很多心。你看别人字幕做得很棒，其实它就是按了一下功能键。所以剪映啊，是我比较鼓励大家玩的一个东西。当然还有很多软件，我们以后有机会呢再跟大家解释那些各个软件的特色，好吧？所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一些什么啊？聊了视频号啊，为什么要玩？他是怎么玩的，操作上怎么操作，如果现在视频号没有开通你可以找 Victor。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视频号的赚钱逻辑是怎么样，我们要了解微信的整个，我把这个屏幕啊，我们把这个你要了解到这个微信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它的产品矩阵啊是怎么回事，你通过这个产品矩阵了解到它的营销逻辑，在这营销逻辑了解完了以后我们的生意理论就有了，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获得流量。内容是最重要的，内容为王，然后流量也为王。那流量的为王通过技术来实现，通过技术来校正你的内容的设计，但真正的根子里头是要从内容里头挖啊。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推荐大家要去思考的一个路径。至于使用上，软件硬件啊，硬件一台手机，软件一个剪映就够了，好吧？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啊，耽误了大家一个很美好的晚上，也希望能给大家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接下来呢，我把麦克啊交给我们的维多利亚的老师，好吗？维多利亚老师有谁在吗？哎，好，谢谢老师。我们这边有什么问题可以先问老师一下？我们这边有问题吗？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如果大家认为
我们的 Victor 老师对您有收获的话，有帮助的话，请我们热烈的举手，对我们 Victor 老师表示感谢。您认为今天晚上您觉得这个视频号营销真的是讲得太精彩了，如果您认为说哇哦，这个老师真的是讲得太好了，哇，我们武同学说老师讲得太好了，然后我们的这个说非常的精彩， yes yes yes， 很多人举手了啊，是的。那亲爱的小伙伴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我们在这个星期六，即将到来的星期六，多伦多时间下午4:30到6:30，我们可以继续领略我们 Victor 老师的2个小时精彩的微信营销6大招的讲座。和今天的讲座的内容略有不同，会给大伙来讲呢，比如说怎样写出传遍全网的疯狂的推文，然后呢怎样呢做出呢非常实用的小海报，然后呢怎样在微信营销当中呢这个一步两步三步，然后别人的微为什么人家别的微信能够赚钱，咱的微信只能用于聊天，这些都会告诉大家。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维克老师今天主要是给我们讲什么呢，讲视频号，然后呢但是呢我们的微信营销的内容是在即将到来的星期六的下午4:30到6:30，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大伙都要知道啊，我们 Victor 老师是很贵很贵的啊，他通常来讲做只讲一场就拉倒了，但是呢我的面子在这儿，所以呢他居然同意了跟蒋方共学营这个星期六7月25号周六下午4:30到6:30一起去给我们讲2个小时多伦多时间。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入到 Victor 老师的群里边来呢，才能够获得我们的 Zoom 直播号呢？而且另外现在是我们的9:45，维克特老师可以到我们的群里来回答，我看到太多人在问问题啊，那我们到群里来回答一下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维克特老师的微信营销群呢？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如果您在我们的共学营1234567已经是我们的共学营的这个群友的话，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共学营，我们的 Gavin Coordinator 已经呢把我们的群码甩到群里来了，大伙扫码入群，扫码入群，然后呢大伙一定不要忘记用鲜花和掌声迎接我们的帅哥 Victor 老师。然后这个人看上去呢特别特别的很屌啊，很牛啊，但是呢他容易同样会有一颗虚荣的心，脆弱的心，他也喜欢鲜花和掌声，他也喜欢被认可，所以呢亲爱的小伙伴们啊，要准备好我们的鲜花和掌声。如果您觉得 Victor 老师对你有帮助的话，那我们呢当然可以顺带着问 Victor 老师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重要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来问一下 Victor 老师会在群里给大伙有个半小时的答疑，然后呢9:45，然后呢讲到10:15在我们的群里来。如果您现在呢还不是我们共学营的小伙伴们，那您现在呢有第二种选择，您可以拿起手机来，然后呢扫一下我们屏幕的左右上边，然后呢这是我们的 Victor 老师的课程顾问，然后 Echo， 然后呢回复微信营销， Echo 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营销群。那我们呢下面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的公众号呢当然也要听 Victor 老师讲了。 Victor 老师在即将到来的星期六的下午4:30到6:30会给大伙来介绍公众号的运营，然后微信营销的运营，哇真的是太精彩了啊！跟大伙说实话，我维多利亚教育集团这边我都要花钱派我的员工去听 Victor 老师的课，因为为什么呢，实在是太值得听了。而且呢我们上一次 Victor 老师来多伦多呢人山人海啊，场子永远挤的是满满的盛况，大伙仍然记忆犹新。那这次呢我们在 Zoom 直播间，然后呢将为大伙带来一个10小时的微信营销的课程，那我们这个星期六给大伙讲，讲完了以后呢我们在7月30号，我们那个星期天7月26号周日的晚上，我们就会有新班开课了。哇，我亲爱的小伙伴们，希望大伙能够成为同学，因为校长一定要上这门课，校长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呢作为 marketing 来讲呢，这就是奥林匹克的吊环竞赛，这个实在是太竞争压力太大了，实在是太刺激了，然后呢你要每一个环都抓住，你才不至于跌到地上。所以呢我们必须牢牢地抓住这环，必须要跟着我们的互联网营销达人 Victor 老师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走，好吧亲爱的小伙伴们。 OK， 那我们今天的日天是什么，不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是的。那我们现在啊亲爱的小伙伴们，让我们进到回到我们的共学营的1234567，然后呢扫码进到微信营销群里，等待 Victor 老师的答疑，等待 Victor 老师的到来。然后呢同样如果您呢还没有加我们的这个课程顾问，扫码加一下课程顾问，然后呢下面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周二我们会发出来，这是一个呢这个叫做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号，然后呢我们会发出来呢有关我们共学营的一些介绍，亲爱的小伙伴们。所以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有一个科学投资法的，是专门来讲投资让钱生钱，每个人都
内心深处噼啪作响的，我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所以呢，这个明天晚上大家八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共学共进，拥抱未来。好了，我们的暖场音乐，我们的晚场音乐即将响起，再一次又要到了跟大伙说晚安的时刻了，亲爱的小伙伴们，感谢大家的陪伴。远方再一次来的举手，对我们的李老师表示感谢。哇、wow, ，yes yes， 广受爱戴的啊！各位晚安，各位晚安，爱戴，晚安，晚安，我们到群里来，等待我们的新歌维克老师的到来。谢谢，谢谢大家，明晚继续和激情洋溢的校长见面，今天晚上八点钟。维克老师辛苦了，我们在群里不见不散啊！我要祝维克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大家。